姐吼，咱拢无哪里去吼，看到迄两个鬼仔，互你去对付，啊，我来去找迄查某甲讨钱，我哪会用做白工替伊做生啦？系啊啦，你哪会坐到遮来？我已经决定，我要奉陪阿爸你到老。就算讲有其他查某囡仔来找我，我袂提扫帚甲好出去。因为阿爸，你对我来讲才是上重要的。我的乖囝，你阿爸袂记得啦，不要紧。阿母，下一世拢甲你相依为命的。怎的？哎呀，囝，你为着歹命行者哦，即马倒伫眠床顶安尼死死昏去，迄个佫无精神哦。出去。哎呦，你这讲，为人不做亏心事，半夜梦梦心不惊。吼、哦，你讲甚物放假？迄歹命甲你有关系呢？迄是要等下找你报仇呢？我。你不是已经接到死啊？啊，这怎么哪里接了？不会啦。什么牌名？还是叫啥款？我是无看过啦，啊！不过我听大家讲，就是较早互你进敌人迄个鬼影啊啦。鬼影啊？嘿呀，迄个唔哪一年呢？起码等于八多了，这囡仔嘛出事啊嘞！而且哦，人家讲哦，阿伯出事都安东西的囡仔，迄万是上过当上过厉害啦。啊，不听大家讲哦，你哦，无去地府交代，就是要回来找人报仇，而且头前要找就是你。哎呀，阿姨谁家小？不人够信任，拜托拜托，潘妮，千万唔当来找我，我来找我。你不要死啊！你放我来，我这两个囡仔是被安怎？听讲阿爹看了外景，唔知是唔真实，原因那是灰魂，那也不会找我的。阿哥在变家呢，马上是我害的。我爱你去看，看有啥话是我用倒三讲。阿哥，你不要你死，你帮我一个，甲这两个囡仔是要安怎？阿哥说，律师，我是真公平大学生金秋贵，我是看恁到需要我倒三讲啥。金公平。太谢了，我不是调故意，我知你不是调故意的，啊害阿杰爹咧，你也不是调故意的，阿哥，你我那有证人知无啊？阿哥你说，放心，我听你，啊，共我死，共我死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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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共啊哈，啊哈，啊哈，好了，你个跑不能嘛，袂好起来。哦，今下咧阿杰说，我八点正看。行了，今仔是你的鱼。阿克叔，是的，向你挽留我，我一定想办法救你儿子。多谢你。我知道，唔通甲出一个错啊！乖徒弟，金佛切出来。啊！来，耶！你小乖来，免惊慌啊！我讲哦，这内底有一撮金佛啊，只要你啊，甲金佛磕头，真心忏悔，阿囝就好起来。真是哦，那真是你哦，你看我回想，敢是你甲共生笑哟，当然真实的，紧磕头。我来。你不会的，阿姨磕头才会用的。是安怎啦？刚刚你知影，我已经到外国了，我害着阿囝因阿母，所以爱我磕头。好。你的问题还够这么多哦，哎呀，讲到恁爸了，我嘴就好怕干啦，是不是？麦老师，警察老掉，耶，是，喂，现在，阿龙我拢无听了，搁都拖下声，较大力，较累，耶。
你还个唔起来啊？恁做哦，用条假山去啊！喂，嘿嘿嘿，阿妹，你来啊？你安怎？无安怎啦？好像听到有人咧哭砖仔的声，行出去向听伊，都真实啦。是啊，哎呦，多谢恁，多谢。说什么多谢咧？那是恁翁哦，不如命不改绝啦。啊，那真正要说多谢哦，我金福说多谢啊。哈，是咧，无想我先来去哈，我做个，咱来去，行。是迄个花香救，还是迄个金福加深？王文，他你救我？你人看起来好好啊，无半病啊，是要来救？哦，你想讲你看你惯是惯是无方便，所以给你医治了啊？外卡，外卡治好。卡是得医好，啊不过人人讲哦，就无容易啊。哦，就算以后哦，你咪想讲咧，脚伸出去，和恁老爸讲登去。吼、哦，伤着都疼，了那是不如卖医啦。以后嘛无效，我的脚治袂好，无要紧。啊，不过我身后有一挂代志，想要向你请示。真的啊，姐，哎，恁老爸是真够有名声，下岗介出名，公平到连阎罗王哦，卖惊啊，真公平咧。这正是找到啊！啊，你哪敢讲？是敢听？我阿爸伊，伊，我，哎、欸，伊伊，我，伊伊伊，我，你少年人讲话吞吞吐吐，我把你拜托一下，好不好？啊，你家己也叫你家己啦，好不好？是哥，来去。嗯。伊讲拢无明啦，我若是讲出来，阿爸伊，这样我的头太好，回家尽孝，坐下了。喂喂，你好，可不要打下撞下，那我这边给他听着了。哦，阿爸，阿你会被撞下？我主人不会挪用啊，慢点子啦。哎，慢点子，好。是丢革命枪的，安尼哦，敢那死万万克的，会吓惊人的呢。哎改改，哎改啦，改了哦，有笑容的，笑容的啦，啊、哦，改就改就，乖改。喂，小姐，我唔知啊，你的心情悲意啦，所以哦，请我囝哦，为你的面相来当作新珠摆来。你嘛知啊，我这人哦，一向哦上公平啦。啊，你偷看一下，啊，不是啦，不是啦，不是啦。啊，你甲大家查甫人哦，发生过无一度发生的代志哦，我只好公平来处理啊，对不？你哦，唔通怪我呢，我唔是针对你的呢。过年间哦，我去收抓钱好你啦，好你爹阴间哦，唔知过来看亏我，马卡早去淘汰转世啊！哦，快！哎呦，我也是啊啦，啊，我恁阿兄嘞，人家死人嘞嘞。哦，那多啊生气的，啊你伫创？无啊，无创啥？无创啥？哈哈，你伫拜阮做啊吼？你要拜托伊吼，互你出世对无？是讲这话啊，我参详阮说完嘞。好、啊。
你真正说这样？这个黑白讲啥啦？啊，囡仔都遐大啦，要娶嘛娶新妇，要娶这姨，这吼就很小姐啦。寡英，他唔多你歹命，啊你唔是讲你唔惊？我本来就唔惊，我吼。做好事呢，这摆子啦，叫伊啊，较早去投胎转世啦，卖过来遮乱啦。啊，那无，我就很好看。哦，你是这种够好歹呢。哎呀，就是讲这个查某人，我看过。你看过？我讲真的啦，迄天哦，我叫伊两只鬼哦，伫山顶替人做生意，做生意。你还耍电梯，就是就是伊，就是伊啦！什么故事啊？是伊跟弟人死不死啊？这老可怜！我哪里跟你讲起来？你竟然不是天灵？哎呦，你莫叫我，唔听这干扰淘汰啦！再来这个电视干出事，是要创啥啦？哎呦，我突然就知影你要怎样，我根本不会回老家，你敢那起水嘞？一定忘记带就脏的啦，来找你讨命的啦！你真是啊！好吧，你先坐啦。那有分到？啊，是怕着惊啦。怕着惊？好像惊着。啊，这唔知是外英的鬼啊魂，来偷命的呢。变哪有可能啦？那外英根本就……外英无死哦，袂用讲出来，就乎你这精通病哦有保养嘛好。就啥哈？欸，我来感觉你安尼面色个面色嘞，阿爸穷家也袂用啊，我无啥物财产留你。小我的名声，恁爱记哦。做人吼，一定爱公平啦。哦，你真正惊到头歹去呢。啊，要死的人哦，讲啥物公平？啥？哦，无啦，我意思是讲哦，莫讲遮尼失职的话，爱想办法啦，叫你阿爸啦。对阿爸，小弟讲了对啦。你莫家己惊家己，还是莫开迄条无代志啊！啊，唔过我惊迄个歹命啊，来找我报仇呢。阿爸，我想起来，迄天我去阿家阿因家时阵，有拄着一位外混，伊身躯边有炸一个警棍，伊一出现哦，阿家就好啊，到即马都无代志呢。真实的呀、啊？真实的，是我亲目睭看到的。真笑的，这间我头提起，他们在客厅。阿兄真尔老实，一定是把我爷销毁伤脾气。哪里哦？你在那回想回来啦？阿爸，这世间本事阿真多呢，爱看看清楚较好啦。不再讲啦，平常要去找伊，是要去倒位找啊？原来是真了有理想吼，应该家己过来才对啊。来主待兵，来啊来啊，这是理想，这是来啊，阿爸，好，来来，去找我来去拜兵问。阿爸。啥物结果啦？迄是骗人的，我真唔相信的，卖去啦！对啦对啦，卖去啦！哎呀，消费上哦，根本就是一个笑，一竿竿人创的哦，啊，无正经啦。嗯，你是在意哦？无啦，我是用药，我感觉我淡薄痛，我要去休困啦吼。来来，
等下去，等下去。哎，阿爸，哎。祝大兵，救口救啦！爱祝大兵，救口救啦！万贵啊，万贵啊！救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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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有个人爱我救命啊！别惊别惊，有金虎的家，什么歹命啊都唔敢来。哎，阿伟讲伊就知影有歹命啊嘞，真正是我混，辛苦辛苦。阿姆哥，恁来真心邀请我，才有路用哦。阿拉无，好啊，叫我来走。哎，我回来，真心啦，真心的，我是真心的。是啊是啊，我讲阿爸吼，拢是真心的啦。恁两个是真心的，阿姆哥，迄个唔是，伊要跪拜认接哈。错啊，你敢来拜我夫啦？真啊，这个骗钱的花心，一定骗阮家，看我明仔才对。恁两个是真心的，阿姆哥，迄个唔是，伊要跪拜认接哈。错啊，你敢来拜我夫啦？真啊，这个骗钱的花心，一定骗阮家，看我明仔才对。啊，看手机啊，我看，我也是来撒恶啦。哎，王辉，春如啦。阿爸，你拜结婚嘛，看有结婚才拜，即摆无看有结婚，你是来拜啥？嗯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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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阿爸，你看，根本就无结婚啦！我怎样？我结婚嘞？师傅，我唔知。你唔知？啊啊！我知啊，我知啊，一定是结婚咯，未爽求你，偷偷走去饮酒啊！你啊，昏死耶！我才死哦！阿哪嘞？咩做嘞？咩做嘞？啊！阿爸，你别惊啦，我这有办法啦。是啊，请我黄昏哦，你去想看卖，看有啥物期待办法，你一定要跟我阿爸啦，我拜托你，拜托你。好啦好啦，我先看卖啦哈。啊，我知，金虎去找有缘人啊，嘿嘿，啊可能别个两人这么有生意哦，尽可能都是有缘人啊，行，有人再看卖，拜托你，来。这个回信到底是个必胜的吧？啊，机会在客厅啊！机会，机会！小姐，啊，你这回收机机关嘞？你也给我拍见啊？哪有哪找咁着哈？没吹哦，嗯啊，啊我过去听讲，金虎你对，你笑，我那在金虎在倒位啊？哎，阿母金虎阿公哦，伊来吹，你拢无好好招待伊哦。喂，你拢讲无下文嘞，我根本就是无啦。阿辉啦，我是惊是老实啦，你讲无，就一定无啦。是啦，请你个想看卖，金虎讲在倒位啊？哦，阿伯咧嘛，你到底只？担心啊，跟倒嘞，我多叠加创业啊，创业啊，担心啊，担心啊，快到，那无金福哦，你得温死啊，啊和尚我慈悲为怀，身体念经超度啊，阿弥陀佛，啊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家父代代出状元咯。哎，讲，你两家讲哦，金福你得领导会得惨嘛？啊，家父代代别不讲讲更加。别搞做菜啦！师傅啊，王宏安尼讲吼，一定有伊的道理。你赶紧去想看卖，看最近敢有啥物特别代志，还是叫我来找你，你无注意到。哎呦，春富啊，感觉你目睭紧紧要看八四哦，继续看卖啦。
1、2、3、4、5，5尊济公瓦分，这间庙相当来东西服侍五尊的济公瓦分呢。根据庙方的讲法，主神若干服侍一尊，就是济公的本尊李寿延；若来是服侍五尊，就是五光菩萨。五光菩萨由来，相传是为了帮助观音镇守东南十八中五峰，是济公转世五拜所化成的。观世音菩萨，在这圆通古佛的年代，咱这宇宙内底咧大乱，啊，要堕落行起来的年代，所以讲伊需要派五位来镇守这个五峰。第一是济公镇守中庭，第二龙宫，哦，第三是坑宫，第四是宝宫，哦，第五是化宫。庙方阁表示讲，因为是济公转世五拜来化成的，所以模样拢写得差不多。这嘛是济公已经升到菩萨道的见证。